机会怎么办？工作怎么办？机会是不是幸好？对，通常这样就好了。我这个行不行？我不行。你用这样就好了。然后。总计前面出现的都是合作的，我们的脚筋鱼米哦，稍微烫一下。好，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我放我们的一个。直接就用什么？我们粒子，我们看是要随便放，或者是我集中放都可以。那其实我觉得就是不要集中放，因为有时候跳到的可能那一区都是那些东西，蒜头啦、芋头、鸟蛋都可以，就是都放在同一锅。就分同一层，来，那这时候我们来放猪脚，排骨，那接着放猪脚，那等一下它还会再往下塌哦，因为我们的白菜它其实。现在，太高了，哇！